九九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充满爱，不让生命受苦，珍爱一切生命，生命天使与你共同救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修行于定，当愿众生以定伏心，究竟无余。我们这个心很不好降服，必须有定的功力。我们以前说修定的前方便打坐，另一种呢是动中的，把你这个心呐、照顾好，关注你这个心。我们的修行嘛是两种，一种是止，一种是观。止呢就是定了，就是定的时候就要止。说你有定力没有定力，看呢，验证一个人的功夫有定力没定力。就你遇什么事情不慌张，我们经常说这人有主意，那就叫定力。定力修定能产生力量，这个力就是慧，就是慧。说我们把心呢修行得能定得住了，这得遇着事，遇事情时候验证你的心有定力没定力。来做一些功夫或者做什么事情，突然发生一种事情，有定力的人他能有智慧，没定力的人他就没有智慧。所以在你修行时候，在你日常工作时候，说这个人呢修行的很有功力了，那就表现在定的时候。他遇什么事情不慌张，也是有定力了。在定的时候呢一定还得要发愿，发愿。因为我们这净恒品呢不离开发愿，每一个事每一件事都要发愿。在你修定的时候要发愿，因为我们这141都是愿，我们定的功夫还没有，就是练习着修的时候要发愿。发愿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跟智首菩萨说的善用其心。发愿就是希望，光有希望不行啊，得要去做呀。愿跟行的同时，一边去做一边就要发愿。发愿怎么说呢，把这个心呐、降服起来。修行定的时候你先要降服其心，不要他打妄想，让他止住。身吗解家趺坐是止住了，口里吗那不许说话了，
修定的时候还能说话，不要说话了。大家住禅堂啊，禅堂挂个牌子啊，止语啊，就是身口意三业，意是最难服的，把它定下来，把它降伏正。这个注重主要是注重在愿上，因为这141啊都是让你发愿的，不是你用功夫的时候，真正用功夫时候不在这里讲了。普贤的净行品就是你要修行的时候应当发愿。咱们讲后头讲十定品，专门是修定的。这个主要是善用其心，对，修定修慧的时候要发愿，注重在愿上，不是注重在定上。说你要做的同时，你必须先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发愿，一边在做，一边希望成就，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愿跟行同时的，一边做一边就发愿。发愿什么呢？不是自己，愿一切众生把心呐、都降伏起来，把心把它降伏住。降伏到什么程度啊？那就看你功力了。降伏到的发生的根本智慧，无明断尽，那就达到究竟了。一般的不是讲定讲慧，实际上这子观两个是分不开的呀。子的时候就有惯例，因为有惯例才能子，没有惯例你子不住的，因为子住了才能生出惯例来，惯例就是智慧。分开讲吗？大字这么说，实际这两个是联合的。修子的时候就有修观，修观的时候也是当愿众生渐入实理，渐入实理是定中见的。这个时候就永远没有乖争了，不是说人跟人的争吵那叫乖争，不是说你自己的心理，你的心里无障无奈了，就没有乖争了。修观的时候是观照的意思，因为你观照产生力量了，那个力量怎么产生的呢？就是因为修定产生的，定产生观照力量，观照力量降伏你心的妄想，降伏你口里的乱说，降伏你身体的烂作，三业清净了，观照产生力量了，是定。而又定又发生智慧，这智慧又是观照。但我们平常的一般的，在你生活当中，随时要朝觉察。人说不犯错误，是说你心里头不生意念，不生意念，这是观的意思了。观，观什么呢？观无常，观无我，观苦，观空，观般若。观般若是智慧，这个智慧就是定产生的。能把观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平常想什么，就是这么句话，你想什么，你是想的说一切没有真实的，这样就看破了，看破了，看破了还执着什么呢？没有可执着的了，那就要放下了，
放下都有定的功力。日常用车生活当中，现在大家来听课的时候，你身体在这坐着不做什么事儿了，口里当然不许你们说话了，只许我一个人说啊，口里也没有言语了，思想你可自制不了。怎么治不了呢？你们坐在法堂里来听课，心里想到外边事情去了，一坐下来胡思乱想就来了。讲的深一点吧，你听不懂，你会乖瞌睡的。讲的浅一点吧，你随我讲的就思想就跑了，开小差了。就随着讲到世间法呀，讲到比喻啊，讲到故事啊，大家听故事很高兴，那个心里头随着故事就跑了，定不住的，定不住的，定非常的难呢。不是坐到这个地儿什么也不想才叫定，那个不是定的了，就你什么也不想，只是控制外边的景缘。那不叫定，怎么样才是定呢？你坐这儿，不管口里说也好，身体做也好，你心里头是在定中说的，在定中做的，那就是会，那个会来做一些事，不是定。但是没有定，会产生不出来的。而做一些事儿都有方法，你没学过你不会做的。因此啊，大家把这个电跟这个观会的观讲解时候呢是分开的，赶紧行动起来呢它是一致的。你慌慌张张的，你什么事也做不好，必须得有定力。那这个定不是不动的，这个定是动的，叫动中静。动中静就是会中有定，你干什么一切事儿都能达到圆满。我们为什么做什么事儿有时候做的错误了呢？定力不够，那慧解的方便善巧呢也没有，所以做的就不如法，就不好。观就是想，想的时候有时自己想的时候跟自己思想里头自己打仗，你想这个方法和那个方法，又想过去啊，我那件事做错误了，哎呀，我该不应当那么做了。这两个就意见就不一致，自己思想里都不一致。后来有智慧了，理解到以前没智慧所做的，这叫后悔，后悔。那悔之晚矣，过去了，没有了，回也回不来了。那以后再做的时候该有慧解吧，照样犯错误。因此把这个定慧把它两个联合着说，感到进一步说的深功夫了，咱们出家人就是就定能降伏一些魔障。定就是止呢，会就是行善，没有定力你止不到呢呀。这谁愿意做错事吗？没有。但是他自然就做错误事，为什么？
夜不由己。我看在法制报上，很多杀人犯，他最初并不是想杀，但是当时那客观现实发生了，他不得不杀。这里就含着有个许愿，过去欠他欠你的债，而且不是一般的债，是命债，他得有智慧，没智慧解决不了的。因此啊，俺们学智慧，学定力，先要发愿。决定的是发愿，用我们的定来降服我们的心，达到我们这个心呐、定力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如来常在定中，达到那种就是究竟了。完了，产生观照智慧，有定力的观照智慧，定力能有智慧啊？观照，能观照一切因果。能够宰善而行，没有智慧你不知道什么是善。因此嘛，定慧一定要均等，观照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由前头定力所产生的。说你修定的时候里头含着就观照，你入定而起的意念，定中所起的意念，不是打妄想的啊。定中所起的观照意念，那个就叫智慧。就像我们平常说做什么事儿，说等我想一想，想一想，这个就是思维修，就是观照。这一静下来，这一想啊，判断一事物，当然没有那么大定力了，有时候判断错误，那慧解的错误。如果有了定力了，判断的他的意念，有了智慧了，那个意念就变成智慧了，就能观照不乱。观照时不是散乱，而是智慧现前。那这个智慧现前是定下来所产生的观照，有定多，慧少，容易入什么毛病呢？容易入散乱，定不住。定得住了，再起些观照，定下来所起的观照，那叫慧解现前，那不是散乱了。文殊师利菩萨叫我们这两种修定修慧的时候，你先要发愿，不是在这种定慧上头修法呀，不是在这净行品里头讲的，要讲修定修观都有单有这个教授的方法。刮修定啊，这那天天章讲六妙门摩诃子观，显首家讲三观，三观前头有十方便，怎么样观想六妙，怎么样观想六相，怎么样观想十玄，怎么样观想四法界，那他单有修行的次第。这个地方所讲的他具体的指导的教授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发愿。说你学每一部经每一品，它有它的主要的重点，这个重点就发愿。说你要修定要修观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发愿哦。修定时候没修之前就发愿，
愿一切众生用定来复心，愿一切众生用慧来关照，能见入实理。那你所做的跟你那个自性的佛性不相乖争，发这么个愿。修定的时候，让一切众生莫贪清难境界。修定是最初要得到清难，很快乐的呀，很快乐的。一步一步定，那就是人间的九次地定啊，它有非常的愉快。一坐定上去，说为什么要坐起来？是他高兴啊，他这坐下去，但你没得到的呀，猫脚火辣的，腿子也痛了，心里也不安定了。真正的得到定了，初步得到定了，他坐几个钟头，他很快乐的，很愉快的。定难喜乐，但是那种事不要贪恋，那叫着于禅味，就像吃饮食似的，你喜欢吃辣的，贪那个辣味儿。而坐禅时候，他生出喜乐，非常欢喜。这个就是说入魔境啊，就是从定中多分容易入魔。修慧的不是的，学教的人不会的，学禅定的。如果没有师指导，如果你教理不大通达的，你容易着魔。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是定跟慧啊，主要是让发愿愿众生，目的是在发愿。要是调和的，不偏于沉寂，沉寂定多了，不偏于慧解。慧解也出很多魔障，因为大家还没到这个程度啊，还没到这慧解。慧解发生什么？本来你也不会做事，也不会写诗词，不会这些个，什么都不会。但是，一发生会的时候，什么都会了，不但会了，非常的高尚，好那个诗意了什么的了，乃至文章了。危险，这就是魔境，不是圣境啊！这得发到出家人身上，在家他得也得不到的。因此啊，你在这观中有定力，不偏于观，定中也有观。这个每个经论都这样讲了，但有些用的名词不同，舍摩托、毗婆舍那，有的经上是这样用这个名词的，没有直接翻。舍摩托就是子，毗婆舍那就是观，就子观相运，把它两个合起来，见到那个真实理，又叫入实理。这些过去啊，古来的大德们跟我们说了很多的这个让你判断。说修定修慧的时候，说前十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前十年修定慧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到了修到二十年上的了，见山不是山，见水也不是水了。赶到修道功夫到了三十年四十年了，见山还是山。什么意思呢？头十年你这个没有见到真理，还是世俗的相，叫山是山啊，水是水啊，人人看都是这样子。但那你修个二十年功夫到了，得说正德的啊，没正德的还不是。
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了，一切都是空的。证得空理之后，而再进修，这是证得理了。理还成事，修到三十年功夫了，理是无奈了。山还归于山，水还还归于水。这说你证得的功夫是什么样子，什么区别？见山是山的时候，是指着四先生说。见山不是山，说你证得实际了，说信心已经成就了，是相似见佛的真性，见自己的法性。直到性空了，性空还要缘起啊，说后三十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那个跟你第一次见三十三的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他是用理来成事，不是纯粹事了。如果是不能够这样子，你不能够对利益众生，不能随缘。那些众生也没有苦乐了，见了众生没苦乐，你要度他做什么呀？都是空的了。所以到后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要是你利益众生，这还诸法的本来面目。这个诸法也是幻化境界，要还它的本来面目，不是这个相，这种的，达到这种境界，达到这种境界，这才修行大乘法说嘛。信心成就了，能够入诸位了，能入诸位了，这才达到发心住。到这个位置再发菩提心，这叫相似菩提。这一共有三十个位子：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十位立位，位位修，一位比位前进，一位比前进。道道登的出地了，欢喜地，真正的见了佛法身了，这是一份。三贤位见的是相似，这见的是真的了。现在我们发愿，随修哪一法，都发愿，发愿什么呢？愿一切众生，不是发愿，都不是为了自己啊。就是为了度众生，其实度众生也是度自己，自己也是众生一份儿。有时候我小孩时候啊，家里那烧火，北方烧火，那火呀，它不挑起来，它没有空气，它不着的了，拿那个烧火棍啊。我得一挑一挑，柴火烧完了，烧火棍也跟着烧光了。我把这个意思体会到什么呢？就像我们度众，佛菩萨度众上，菩萨度众上，都是好像没度自己，那就是那烧火棍，把柴火都烧完了，众生度了，你也跟着烧完了。当你度众生的时候，让众生断烦恼，你不断吗？就是这个含义，叫众生不贪不嗔不痴不痴，你要去清贪嗔痴吗？懂得这个道理了，就知道发愿的意思了。啊，你说，因为咱们现在讲净恒篇，净恒篇目的就是发愿。怎么样发愿？遇到什么发什么愿？这叫善用其心呐、把你的心用到一层生活，眼见、耳闻、身所作、心里所想，一个不离开众生，
一概不理会佛法生三宝。就是咱们学敬恨品这一品的目的。但是我们平常经常说观，观究竟你想什么呢？想一切诸法如幻，一天一个样。我们好像在普陀寺坐着没变什么，不得天天在变，天气也在变吗？人也在变吗？人老不是一下子一下从十岁就到六十岁啊？大家都体会到吗？你们现在都二十十岁、三十多岁、二十多岁，怎么来的呀？说那小孩子一天一天变的呀，不是一下子三岁就蹦到三十岁去了，没有这样跳跃的。但你一天一天的变化，你并不感觉。你看昨天跟今天跟昨天差不多吧，明天大概还是这样子嘛。其实啊，今天已经不是昨天了，明天也不是今天了。早晨的六时的这个六点钟跟我们现在晚上六点钟不一样了。要说你寿命的话嘛，你也死了十二个钟头了。人是颠倒的呀，明明减一岁，后边他六十岁该死。那现在活了三十五了，或者活了四十岁了，那减少了。他不说减少，他说在增多。哎，二十岁啊，二十一岁啊，二十二岁啊。实际是减呢，哎，他把减变成正，这也是颠倒。好多的日常生活事儿，你如果善用其心，你去观察吧，诸法如幻呢。其实就是演戏呀，就是演戏。好吗？那个北京演林黛玉那个。在北京演得很红，他上回来这儿来跟我受三规，你要把他戏装跟他来受三规的时候，简直不是一个人呢，那哪是一个人嘛？你看看他戏装，看他演戏上装，跟他说到这儿来的受三规的时候，我问他你哪个是幻化身呢？他答复起来他是不懂的。我说你那个是假的呀，那林黛玉是真的吗？假的。对，你也没看过林黛玉啊，模仿的呀。那现在你戏装戏了，你现在还是林黛玉吗？从这上头你可以观想一些诸法如幻。你们诸位没出家的时候，没现菩萨像的时候，你自己拿你的相片跟你的没出家之前照对一下吗？是这样子的吗？你刚出家跟你现在出家五年以上了，你再看你自己是一样子的吗？不过咱这戏还没演完，等你演完了收场了就知道了。咱还没收场，什么时候才收场啊？不是说再来辈子再来，这都不是。等你了得一诸法入梦幻泡影的时候，正得了收场了，再回头看你自己所做的无量生所做的，大家用着现在看电影看戏，这是假他来借假修真修观。观完了引证至心，入于寂，寂造。造入于寂就是定。从定再起照光，再起生照。那就叫坏。两个这样的来关照，那你来处理一些事物，每天生活起居处理一些事物，完全不一样了，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碰见哪个同学惹你烦恼了，这是假的嘛，不往心里去，一点烦恼都不伤。最初是办不到的，或者偶尔想得到，久而久之啊，你用长了，习惯成自然，但你功夫就有了。那么怎么样关照呢？怎么样把它关照收入定呢？以下就文殊菩萨告诉我了：下足住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难住不动；要举雨烛，当愿众生除生死海，具住善法。着下裙时，当愿众生扶住善根，具住惭愧。整衣束带，当愿众生减数善根，不令三十。要着上衣，当愿众生怀胜善根，自发避难。着生切离，当愿众生入地狱外得不动法。这一共啊是六个计算，一个计算叫我们善用其心。对，怎么用？你怎么关照？一抬腿，一下脚，都是佛道。你用善用其心，举足下足的时候，你心动不动？当然起心动念呢，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举足下足，注重威业，就是应当注重你的行为。除了行为之外，还要想想你心里想什么，就是告诉我们，在行动当中一定不离开静行。文殊菩萨告诉我们清静行，说你的行为啊，你的威业啊，你心里想什么，那就是你要注意了。这每个偈颂，你一抬脚就是要下足时，当愿众生心得解脱，难住不动。发愿，发愿。一抬腿的时候，要举足时，当愿众生除生死海，记住三法。你向前迈步的时候，啊，我这是除生死海。愿一切众生都要出离吧，这叫善用其心。我们的心呢，像刚才那一桩事儿，你举足下足，就是心里的随念呢，没有，你没学过，没离开，不会学到文殊菩萨金刚篇，学过。你也没有这个智慧，关照的时候是你不离开。141愿，你从早上起来到晚上，你能一件事情没离开过吗？等你听完了也入事，就是你现在听的时候也入事。学完了再跟大家讲金刚篇啊，把这个文学完了，咱们从头再讲。讲他的意思，而你不止你举足下足，你应当注意你的心理，就是他的特点。你告诉我们说，你在行动当中啊，一定要发心，发什么心呢？回向，回向文殊师利菩萨教我们的静行，
你能这样弄就是文殊菩萨智慧，不能这样弄呢就迷惑，就沉沦三界永远处理不了的了。就是在你行动当中要注重你的心理，就是告诉我们你在行动当中要发心回向清净心，这就是你心有所缘，你的心里啊不思念呢，说有缘念，缘念什么呢？缘念菩萨的教导，文殊师利的教导。你如果念念就是念，念念就发愿，你念念都是文殊师利菩萨，你还另外求什么加持啊？加持也就是入世嘛。这样一举一动就发心回向清净心。当代佛门起诉孟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详世纪，享寿103岁。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两只金鱼的故事。在乡下的农庄，有一家四口，爸爸妈妈和两个可爱的儿子，他们在景色优美的村子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弟弟，好像是爸爸回来了。真的吗？太棒了，爸爸说过了，他今天要带礼物回来给我们，我真的好期待看看礼物是什么呢。是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爸爸，
你回来了。你们两个有没有想我啊？当然有啊，爸爸，我可想你了。弟弟，你呢？你有没有想我啊？爸爸，我也很想你的。对了，我还想你的礼物了呢。爸爸，你说要送给我们的礼物在哪里呀？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惦记着礼物。走，我拿礼物给你们两个。金鱼，是小金鱼。爸爸，这两只金鱼是送给我们的吗？是啊，以后他们就住在我们家里了。走，我们回家给他们找个鱼缸。好漂亮的两条金鱼啊。弟弟，我们给他俩取个名字好吗？你看这只淡红色的多美丽啊，我看就叫它珍妮好了。另外一只浅橘色的，那就叫它杰克吧。你们两个还在看金鱼啊？你们都看了一个晚上了，该睡觉了。好吧，杰克、珍妮，我明天再来看你们。杰克、珍妮？是啊，妈妈，这是我们刚刚给这两只金鱼取的名字，不错吧？嗯，很好听。好了，你们该睡觉了，时间不早了。这一家四口非常喜欢这两只金鱼。闲暇时候，他们一家人守着鱼缸，看这两只鱼儿欢乐地游着。爸爸，爸爸，你快去看看珍妮。怎么了？是不是她最近又长大了一些啊？不是，不是的，珍妮她好像生病了。是啊，爸爸，你快去看看吧。好的，我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了。爸爸，你看他身上的鳞片都掉了，那一定很疼的。是啊，爸爸，我们带珍妮去医院看看医生吧。他的病情看起来的确很严重的。好吧，我带着他去找养鱼经验丰富的詹姆斯先生看一看吧。爸爸，我要一起去。我也要去，珍妮看不到我，他会难过的。好吧，不过你们可要听话哦。麦克，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呀？怎么还捧着个鱼缸？我们家的金鱼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你不会真的要带这只金鱼去看医生吧？是啊，这只鱼的确生病了，我正准备找詹姆斯先生让他看一看呢。不就是一条金鱼吗？干嘛这么麻烦呀？你再去买一条健康的不就行了？不行，珍妮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救她。对，我们一定要救她。爸爸，我们快走吧。这一家人真是奇怪啊，为了一只生病的金鱼竟然如此兴师动众，真是很难理解呀。这是栗鳞病啊。栗鳞病？这只鱼儿怎么会得这种病啊？这种病严重吗？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现在尚不清楚，得了这种病的死亡率很高的。詹姆斯先生，你一定要救救珍妮啊，她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啊，我们不能失去珍妮啊。真没想到这只金鱼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我们一家人已经将这两只金鱼当成了家庭中的成员了，詹姆斯先生，麻烦您想想办法吧。这只金鱼现在只是刚刚染病，治疗的办法还是有的，只是……只要有办法，我就不会放弃的。请您告诉我该怎么做。
现在只要用抗生素就可以治愈他的病，只是现在因为战乱，抗生素的价格非常昂贵，你买一剂抗生素的钱足以买上百条金鱼了。珍妮是我们家中的一员，我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嗯。很快，金鱼珍妮便恢复了健康。可就在这个时候，战火很快地烧到了他们的周边。为了躲避战乱，这家人匆匆收拾家当，跳上马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听说敌军马上就要攻过来了。真舍不得我们的家园，可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哎，我们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就算回来又能怎样？敌人会将我们的房子烧成灰烬的。啊，杰克和珍妮他们还在屋子里的，我忘记带他们出来了。爸爸，杰克和珍妮会被坏人烧死的。傻孩子，现在我们的命都不一定能保住，你还惦记着那两只金鱼做什么啊？爸爸，我们要回去救救杰克和珍妮。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折回去了。杰克和珍妮也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不管他们啊。是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是个未知数，就算房子没被敌人烧掉，那万一鱼缸里的水干了，那可就糟了。好吧。你真的要回去啊？是啊，你疯了吗？为了两只金鱼，你这么做值得吗？我儿子说的没错，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能不管他们。他们一家人简直疯了，我们快走吧，万一敌人跟过来，那可就跑不了了。是啊，真搞不明白，为了两只金鱼，他们一家人竟然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当他们一家人返回家时，已经能够听到远处轰轰的炮火声了。带着金鱼逃亡很不现实，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两只金鱼放到家后院的水塘里。对不起，杰克、珍妮，我们没有办法将你们带在身边。你们就留在这个水池里，那样就算坏人烧毁了我们的房子，你们也不会有危险的。好了，孩子，我们不能耽误太多时间。珍妮、杰克，保重啊。战争持续了好一阵子才结束，这家人终于可以回到让他们朝思暮想的故乡。但是真正回到了家，他们却都愣住了。过去苍翠的田野、美丽的森林都不见了，只有被炮火侵袭过的一片荒芜，他们的房子也损坏了一大半。啊！我们的家竟变成这般模样，以后我们可怎么办啊？没关系的，我们一起努力，很快就会把房子修好的。我们的田地也都被战火烧毁了，以后我们要怎么生活呢？唉。爸爸妈妈，你们快来看啊。孩子，怎么了？妈，你看，那是什么？是金鱼，好多金鱼啊！他们一定是杰克和珍妮的后代。我们有这么多金鱼了，爸爸，我们的金鱼数量比镇上卖金鱼的店里数量都多出好多。对呀，我们可以去镇上卖金鱼来赚点钱啊。嗯，这主意不错啊。珍妮、杰克，谢谢你们的帮助。于是这家人
就靠着把金鱼卖到城市里，给人们当作宠物，一起度过了这次的危机。多亏了池塘里的这些金鱼，才让我们顺利地度过了这段难关。是啊，看来当初我们冒着危险返回来，拯救杰克和珍妮是正确的。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2014年5月1日至3日，传习法师在圆满了今年九华山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讲解，又来到于山西五台山讲解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师利千臂千波大教王经。中国山西五台山著名的佛教圣地，佛教华严经中善财童子首次拜见文殊菩萨并发菩提心开根本智的地方。华严经有云，清凉山中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10000人聚，常在其中而常说法。五台山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佛教圣地，从古至今梵音缭绕，古刹林立，僧人众多，朝拜者络绎不绝。1992年
刚剃度的传习法师由悟空上人带领来到朝圣五台山，就获得诸多感应。